霍建华父爱爆棚，一路抱着女儿不撒手，嘴对嘴亲吻引热议。霍建华父爱爆棚，一路抱着女儿不撒手，嘴对嘴亲吻引热议。现在的霍建华已经完全把重心放到了家庭上，我们几乎很少会在荧幕上看到他的身影了。不过对此，霍建华却乐在其中，这样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和女儿小海豚待在一起了。就在近日，有网友拍到了霍建华带小海豚出行的照片。这次霍建华也是父爱爆棚，一路都抱着女儿不肯撒手。出于对小海豚的保护，网友还特意打上了马赛克。我们仅能看到的信息也就只有小海豚的身高了，看样子应该是继承了爸爸的好基因。霍建华抱着女儿，还时不时的会亲吻一下她的脸颊。然而他随后的一个举动却引起了网友的热议，他居然和女儿嘴对嘴。不少网友看到这里也都议论纷纷，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太妥当。